OK， 我们刚刚已经学会了几个，就是你看套用范本会了，对不对？插这个路径还没哈，那文字啦、超链接、影像啦，是不是都 OK 了？请问，如果你在 PowerPoint 里面少了一页，该怎么办？是不是要插入一页，插入空白的投影片？那么在 Phrase 里面怎么插入？从这边哈，你看哦，假设我要在这里哈，假设这个右手边我先收起来。好，假设你要在这边，您从这里插入，有没有看到1、2、3，对不对？四种，它有四种外框，您可以看到，一般我们看你的范本，预设以我这个范本来讲，是不是圆圆的？所以你就可以找这种圆圆的框，有没有 Circle Friend？ 它的一页叫做 Friend 啊，好，一页叫 Friend。如果你要这个中括号型的，就是第一种；那如果有底色的，就是第三种。另外，其实还有一种我也蛮常用，就是第四种，因为为什么一定要框？不要框也很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第四种 invisible 的，一样有框，但是只是它不出现给你看。哦，那这样你就比较方便。所以你看，我如果按这个，按一下，好，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己画。你看我现在游标有没有变这个？你看我的游标放大一点，好，游标有没有变这样？这里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我的游标变成这样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拖曳的方式画出自己的 friend。这样是不是多一个？而且我画完之后，你看哦，在这里有多一个哦。你再看一下，我再画一个哈、哦。你看，假设我画这个，好，框一下，框完之后，您注意左手边有那个动画九跑下来，表示说这边就多一页的。好、哦，所以当我点到八，跳过来，点到九，有没有就跳到那边去了？这样会的。相对的，其实这边的操作都跟 PowerPoint 一样。万一你的所谓的顺序，好，所有的数据就是我们刚刚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万一这一张你觉得应该排列前面一点，又怎么样？是用拖曳的，就这样进来就好了。这个叫做调整那个所谓的路径，它的那个播放顺序称作路径，好 pace， 像这样子去做，那您就可以像这样去做微调，好去做微调。那有一种情形比较特别，什么叫比较特别？就是我这里其实没有做那个 frame， 没有插入 frame， 可是呢，我想要怎么样？就是看到它大概在这个角度，大概在这边，我想要在这边顺便呢调一个角度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了哈，请问你啊，我们刚插入的这个框框有没有都很正？什么叫很正哈？就是我拉到这边来。假设我这样子，我把它转一个角度，这样我的框框有没有跟丫丫同一个方向？就是这样子啊。我稍微缩小一点吧，这样，我的丫丫不是转一个角度吗？对，这个框框我换一个啊、哦，你点到它可以从这边换哦。虽然我刚刚是画这个，可不可以换这个？可以的，有没有变这样？所以是我有一个角度，那么。正常来讲，不管你怎么转啊，我从这边上一个，跳到这里来，你有没有发现剪刀会自动转弯？对不对？就反正你是歪的也没关系啊，反正就是到这边剪刀就是正的。可是很多人，有些人他就不喜欢歪歪，就不喜欢正正的，他喜欢歪歪的，该怎么办？我就喜欢歪歪的、啊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们看一下咯，假设你希望我刚好入面进来，就希望这样斜斜的，请你来这里，这一支，这个叫编辑路径，点一下，有没有在这里？好，就是你把你要的角度啦、位置啦都调好了，从左下角这边有一个叫做 Add Current View， 有看到了哈，在这里按一下就好了，这样子一样会增加进来，有看到的这边有没有？所以如果说您进来的时候呢，我现在加好就可以再一次离开这个模式了哦，离开，你看哦，点到这里，现在是一张明信片，按一下，有没有就是这个角度了，它就不会自动的转正，您了解了哦？一般正常 frame 不管你怎么转，它到你那边就是转正，就是你插入 frame 的话，好像我们刚刚这样子插入一个 frame 的时候呢，假设这样子进来的，你来这里。在这里，假设你转到这样，
可是进到这边看的时候，你还是正的。那如果你一定要这个角度，就是按编辑来这边直接加进来就好，把这个你现在确定的位置，你的 view 把它加进来，它下次就是到这里，哦，就是到这边了。所以这个比较特别一点点，好，比较特别一点，给各位稍微说明一下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没有哈。那么在 Press 里面，你要选东西其实很单纯，你滑过每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它会怎么样？外框有没有稍微亮起来？你看滑过去有没有亮起来？所以要点就比较容易哈。但是有一个地方你可能有时候不好点的，哪里不好点？当你放得很大的时候，现在是放得很大，当我滑过去有没有发现那个框框不会跑出来？哎，请你滚轮往后推一点，有没有框框跑出来了？哎，这个是要稍微留意一下。那如果您在任一个空白地方把它按拖曳，这个就是移动，它会变成手，它会变成手。所以您可以像这样子呢，就可以很快的把你的简报的内容安排好。今天如果您是有一个像那个叫做我这边哦，找一个给您看一下。如果您这个我有一个 sample。这个呢，如果您有 PDF 或者是叫做 video 的，我们找一个给您看，看第二页。好，在这里，您可以看到哈，如果说万一你有 PDF 或者 YouTube 影片，是让 PDF 会把它叫进来。因为一般我们的印象中，简报里面其实应该不太适合放这种东西，对不对？平常可能老师在做简报，做 PDF 啊，或者是 Word 档啊， Excel 是不是都会另外再开？不会特别放在简报里面。那您可以参考看看哈，像这个我把它打开，应该差不多了。来，你看，如果你是有 PowerPoint 内容，你汇进来，它就像这样，你可以自己选择把它排列成怎么样哈。那我往后推一点，这个 PDF 正在进来中。影片比较没问题啊，像我们看到这个影片的部分，你如果是 YouTube 的插进来呢，你只要给它网址就好。当你按下 Play 之后，它会自动放大，会自动放大，然后就从 YouTube 上直接抓。哎，我可不可以顺便介绍一下这个电影？大家都看过那一年吗？看过哈，那是台湾版的，这个是泰国版的，一样的东西啦，一样的东西，他在讲那个。暗恋学长的，哎，我不知道，反正这个你可以参考一下哈。好，哎，那个出来了。那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？是因为他曾经是一所高中的考题，数学考看电影，考里面的那个小女生，因为暗恋学长嘛，所以她的衣服要怎么搭？那叫排列组合。真的，你看，这个是有 PDF 啊，你看哦，我把它点进来哈。哎，不同的，来这个，你看我们 PDF， 你可以放大放大，有没有发现还是很清楚？清水高中看到的哈，哎，真的有，所以我就顺便把那个影片找出来，对不对？因为有时候老师可能你的教材来自有影片啊，或者是像这样有 PDF 的，你这样用给同学看是就比较容易一点。所以如果你的 PDF 有两页，它就会变成两个时代。好，就变成两张，那您可以自己就是像这样轮一轮到的这样去看，不需要再另外额外切换，好，额外切换哦，这个是比较特别一点点哈，比较特别一点。那下面这一张也是一样，它的考题就是这样，有没有考排列组合？不过怪你去遇到数学好像也是一个死结嘛哈。好，这个 OK， 所以给您参考一下，你如果说。你的内容来自于所谓的 PDF 或者 YouTube， 你只要把 YouTube 的网址给它就 OK 了，它就会自动把你插入进来，好，就自动把你插入进来。好，那我就把后面还给您喽，您先稍微看一下我们刚刚的这个方式哈。